今天《解码中国核电站》播出第三集《核电绿色粮仓》，来自刘飞的报道。我们经过官方毅力成立的一个，也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特大型的一个油矿啊，这个矿船的那个风布舱是呈条带型的。我们现在在矿体的这个西部位置，在走进天山孤儿矿区，没有地面上也看不到矿石。